等一会儿下班了接着统计。啊，还要数啊？阿姨，这就是个广场舞而已，至于吧？就是跳个广场舞还而已。小伙子，我今年61了，打记事儿起从来没有哪件事将就过，既然约了小柳比赛就得认真准备，竭尽全力，不然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手。对对对，友谊第二，比赛第一。少贫嘴啊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啊，怎么一点激情也没有？这也将就，那也而已。那你觉得什么事儿才算事儿呢？小伙子，年纪轻轻的千万别图轻生，什么人间不值得了，淡定了，佛系了，包装的再好就是一个字儿，懒。您说的太对了，太有道理了。